那里有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应该是小芳吧？哎，真的是，哎，真的是他。小芳，你来啦！阿成。啊，你怎么来我们这里来啊？我是来这里旅游的，我来你们这里旅游的。你几个人来的？我就我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啊。那走嘛，去家里坐一下嘛。芳芳，你现在变得又漂亮了啊！没有啦，我都晒黑了，天天在采茶叶。跟六年前是一点都没变化呀，你还是那么漂亮。你家离这里远不远啊？不远，不远，就在前面呢。那你家里现在都有什么人啊？人挺多的。你呀，你这全身上下的穿的是名牌呀，你这几年发财了？还好了，还好，刚认识的，他刚认识的，那个没有骗我吧？哥姐们啊，感谢你们一直的陪伴着阿成啊，然后我给大家发个人人100的福袋哦，发个人人100的福袋，大家都去参与，都去参与啊，左上角的福袋，大家都去参与，好啊，哥姐们，没有任何门槛的哈，大家都去参与啊。阿成，你坐啊，我给你倒杯水，来，你喝杯茶。哎，好的。十块杨梅吧，这里有好多杨梅，我早上摘的。哇，这杨梅啊，是你们自己家的、啊？对啊，我自己的树，我摘的。哇，好甜啊，这杨梅好甜啊。真甜啊，这杨梅。就是天气太热了吧？是啊，直接问小西瓜了，就直接问小西瓜了，是吗，哥姐们？阿成，你一个人嘀嘀咕咕，你在跟谁说话？我看你一路都在叽叽呱呱。小芳啊，桂英跟我说了，然后我那你觉得我开车开了1000多公里来这里啊？你是1000多公里没吃饭吗？我是啊，我连一饭给你吃。你这些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问你的。什么事？你说嘛。其实就是呢，哎呀，就是那天确实喝多了几杯，就是我把那个证撕了之后啊，我到家就挺后悔的，然后我在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就打不通了，那我就想问一下啊，那个小西瓜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啊？什么小西瓜？小冬瓜。那个，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吧，那桂英她跟我说了，而且我也看了小西瓜的照片，她的照片跟我小时候长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桂英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啊，桂英说，我就是不是完全相信嘛，我才来问你的嘛。他说1000遍10000遍都不如你说一遍呐、啊。我就是想问你，我想亲口听你说嘛。
听我说。嗯。听我说什么？哥姐们他还在装啊，好像不想跟我说小西瓜的事啊。装？你对着我说我装啊？哥姐们。你什么意思啊，阿成啊？哥姐们，是不是啊？他是不是不打算跟我说，小西瓜的事啊？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那个小西瓜的事，还想继续瞒着我呀？我该怎么问他，怎么开口问他？还是在生我的气啊他？直接跟他说是吧？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嘛，哥姐们，我该怎么问他嘛，怎么跟他说嘛？我现在太紧张了，我也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几年我是一直联系不到他，我也是一直没联系不到他呀。我在昨天我才刚从她闺蜜那里，那个桂英那里知道她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直接就过来找她了。哎，小芳啊，我就想亲口听你说那个亲口跟你听你说那个小西瓜跟我是不是有关系啊？有关系的话你就是要带走他是吗？不是，我带走的话也是跟连你一起带走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吗？当年你一句话说走就走了，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对不对？那时候是我做的不对啊。那时候，这个怎么整啊，哥姐们？他还在生气啊，这个怎么整啊？那小芳啊，这几年我也知道对不起你，你这几年也挺辛苦的啊，一直。我辛苦什么呀？你怎么知道我辛苦啊？你又没有问我在干嘛。哦，就是一个小西瓜的事啊。小西瓜，是啊，他是你的儿子啊，那又怎么样嘛？又能怎么样嘛？你看我这几年呢，生活过得也，现在在我努力下哦，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家公司了。我现在就想接着你跟小西瓜回去享福的，要不享什么福呀？你有没有事？没事我就要去摘茶叶去了，我还有300亩的茶叶没摘呢。啊，哥姐们，他都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哥姐们？啊，该怎么？我是不是要给个红包给他是吗？哥姐们，给他大红包给他是吗？对啊，我也觉得是应该的啊，因为毕竟我们分开了这5年了，他一个人带着小西瓜是挺辛苦的，然后在这几年我一直没有在他身边，没有好好的照顾他们，我也觉得挺内疚的，发个大红包是应该的哈，哥姐们。
发个大红包，然后我就其实我就这几年辛苦挣到的，我就愿意把那个全部的都交给他，不管是多，不知道哥姐们觉得是多呢还是少呢，但是这是我全部的心意了啊。然后你们也给我打打气加加油好不好，哥姐们？要发多少？要发多少啊？你们说要发多少？发多少合适啊，哥姐们？你们发多少合适啊？你们说。100是吧？发100个是吗，哥姐们？那我就听哥姐们的啊，就听哥姐们的。我知道他还在生气，他这几年受的委屈我都知道。所以这次呢，我就是想过来，怎么把他补偿他的。然后想带着他跟我回去的，就是说为了孩子的付出给你一个小红包，这样是吧，哥姐们？好的好的，哥姐们，好的好的好的，我听你们的，我听你们的哈，哥姐们，我听你们的啊。小芳啊，你还是用之前的那个支付宝吗？号码啊，那号码吗？对啊，你刚刚不是打了我的号码吗？哦，那这样我支付宝到账100万元。小芳，你看一下。不是，你给我这么多干嘛？就是这几年呢，你太辛苦你了，带着小西瓜太辛苦你了，这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啊。我不用，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小发，你是不是还不相信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或者怎么样了，还不愿意相信我呀？那你说你改变了什么？你说一下。之前我这几年不是一直在做抖音嘛，现在有一家自己的那个传媒公司啦，还有直接跟厂家源头厂家直播带货的，现在也过得还可以，公司运营也不错啊。所以以前你不是经常嫌我这个做这个不靠谱吗？现在我做起来了，然后我现在想给你更好的生活，现在想接你跟小西瓜过去去广州，我们老对去广州那边。广州有地方住吗？对啊，我们现在有房子有车了。就是我又不会开车。这个我们可以学的呀，可以学的。
就是之前你很喜欢的那一款，还是那个颜色的那个车？什么颜色？之前我们不是经过 4S 店里说那个车子啊，你很喜欢的那款车啊。我喜欢的那个红色的宝马呀。对呀、啊。你买宝马了？对呀、啊。不可能吧？那个，那就是为你买的。其实我就是为你买的那个、啊。真的还假的？嗯。你不想见小西瓜吗？你也不问我。想啊，现在小西瓜现在在家吗？他不在家，在上幼儿园呢。在上幼儿园啊，幼儿园离这里远吗？远是不远，现在我妈回来了。啊。我跟我妈说了你这个情况。哦，阿姨回来了，那应该，我。我见一下，我应该见一下阿姨哦，我跟她说一下嘛。哎，那个左上角的，你不要一直对着我吗？左上角的福袋哦，左上角的福袋。妈。左上角的福袋，妈，大家领取一下，100的红那个福袋，大家领取一下，大家帮我出出主意，等一下我见她妈妈，我该怎么说啊？我该怎么跟他妈妈说啊？也不知道他妈妈这个人好不好相处哦。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第一次见他妈妈的。有心思啊？应该没有吧？哥姐们，我见他妈妈该怎么说？帮我出出主意好不好？然后那个抖音爸爸说我们这个赞少了，哥姐们我们这个赞少了，我们一起给主播点点赞，一起给主播点点赞，给我一点鼓励，给我一点加油好不好，哥姐们。来，哥姐们，我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一起点点赞，给主播加油，哦，给主播一点鼓励哈。直播间呢，现在有1400人，我们一起一个人一起点30下好不好？哥姐们，一起点30下哦。说有200个人一起点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个双倍赞了，我们一起点一点哦。看有没有，看能不能出那双倍赞了，哥姐们，有吗？好快呀、啊，现在就13000了，哥姐们，14000了，好快呀、啊，好快呀、啊！谢谢你们哦，谢谢大家，这发财的小手一帮小弟点点赞，哇，这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呀、啊！一起点到20000好不好？我们一起点到20000好不好，哥姐们？好，谢谢啊、哦。露个脸啊，好啊。哎。我妈回来了。哎。妈。哎，阿姨好。这个小西瓜，小西瓜的老子嘞。哎，阿姨好。还亲生老子嘞。你到我们家来干啥？好、哦。其实我这次过来呀、啊，就是过来找芳芳的，还有过来找小西瓜的。你怎么知道小西瓜的存在啊？是贵那个贵英跟我说的，是贵英跟我说的，然后我就一听到这个、知道这个消息，我就连夜开车赶过来了，阿姨。那如果没有小西瓜，那你就不来找我女儿了？不是啊，不是啊，也不是啊，就是我自己也这几年也一直想联系芳芳的，但是就是我之前我的号码我联系不到她了，然后昨天
碰到桂英呢，是桂英跟我说的，然后我从他那里得到小芳的联系方式，我就还有的地址我就直接过来了，还有他跟我说小西瓜的事。那你现在有正经的职业没有哦？我现在啊，我现在一直这几年呢，我一直在做抖音呐、啊。我现在有一家自己的传媒公司啦，然后，现在公司运营的也不错。我想在我在广州呢，也有自己的房子，还有车子，我就想，把小芳和小西瓜一起接过去啊。但是你那个脾气好像不是怎么好的嘛，我不放心把女儿交在你手里，我就希望女儿在寨子里找一个我们寨子里的小伙子，踏实肯干的都行，我们也不希望太大，就平平安安幸幸福福的过就行了，一家人在一起。不是阿姨，其实前几年呢是我做的不好，是我做的不对，但是这几年呢我也变化了很大，发生了也变化很大了，我的脾气呢现在也光说不行了，你说你去问一下其他人吧，他们都不可能相信你的。哥姐们怎么办呢、啊？哥姐们怎么办呢、啊？我该怎么说？该怎么表现？他妈妈才相信我啊，才愿意接纳我呀、啊？让小芳跟小西瓜跟我回去啊？我该怎么说呀、啊？该怎么办呢、啊？哥姐们，帮我出出主意好不好？哥姐们。哥姐们，要不这他们家这房子啊，这房子也好小啊，跟你们看跟旁边的比呢，这房子也好小，要不然我就再给他转100个，让他把这个房子把这个房子改建搞大一点，好不好？哥姐们能说好不好？好的打个好，哥姐们好的打个好，再给他转100个，好啊，好啊，哥姐们，好啊。好，那我再给小芳转100个，让她把这个房子改建好，好不好？支付宝到账100万元。哥姐们，够不够大气啊？这样够不够大气？哥姐们，你们说，这样够不够大气？然后我现在跟他妈妈说，我今天呢就一定要把小芳跟小西瓜带回去啊、哦、哥姐们大气是吧，大气就阿成啊，妈哎，你听到没得，刚刚他又转了100万给我，太多了，200万了，管着他，我们又不是光看钱的人家。不是啊，阿成啊，阿姨啊，不能要啊，太多了。不是啊，阿姨啊，我就这样想，你们，我就留下来，帮你把这个房子，重新建好，好不好，阿姨？这个房子倒是应该修了，都好多年了。是啊，是啊，然后。你那个公司走得开吗？你留下来。这些都可以，叫人帮我打理的嘛，这个是次要的，现在主要的就是，小西瓜跟芳芳的事，我就想见一见小西瓜。是倒是，我就舍不得女儿跟小西瓜离开我，我习惯他们在身边。如果你修房子这段时间能跟小西瓜建立感情的话，
那到时候再看看呗。但是这么多钱，我们是不要这么多。要的，要的，要的，这个没，把他们全家都接过去啊，这也可以的，其实都可以的，只要阿姨愿意，都我这个都可以的，兄哥姐们，阿姨，不过我们先去见见小糖果，小西瓜好不好？我想见见小西瓜呀。这个时间可以去接了，妈，可以走吗？哦，那好好好。那好吧，那就让你去见见他吧。嗯。哎，阿姨，你的脚怎么了？我这个脚就是这几天不是那个茶忙吗？我们都要采茶，摔了，然后有一点抽。啊？